跟你说，一定会唱新专辑的歌，一定会唱怪美的。对，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练一下。那个票价，大家看完就觉得哇，好佛系哦。我其实没有概念，然后我还问一下，那别人都开多少钱？真的很想看的人，然后能够买到票，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主要的那个节目的内容还没有完全整齐的搭好，所以嘉宾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最合适，所以我嘉宾的人选还没开始选。对，所以应该如果没有嘉宾，大家都不要来嘛。我也不要这样子说啦。粉专经营就是蛮频繁在更新，那有抓到怎么样经营粉专的那种撇步？还在琢磨当中，就想到什么就放。我也其实抓不住，好奇怎么可以一直原封不动这样子。然后粉丝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或挑衅你，你要怎么办？挑衅我？封锁加删除。粉丝做什么事会踩到你的底线？我回去研究一下。那你都怎么挑留言回复？有趣的啊，然后无厘头的啊，或是我觉得有 get 到我的无厘头或是笑点吧。你刚刚说最近我这几年不喜欢认识新的朋友，那你这样都不会有新的桃花了耶？桃花这一题好难，你帮我直接问月老好了。我就回答到，我想你们都知道怎么写，还是要问？想说今天有没有新的写法这样？没有哎，作文题还是一样。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。